感谢赞美主，那些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祷告你们身心灵健康 Amen。 我们在这个时刻呢，真的我们要来完全的仰望主，因为圣经的应许呢，神所说的应许都是是的，是阿们的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些这个圣经学家，他们去研究这圣经里面到底上帝有讲多少个应许，他查到呢，在当中这个圣经里面呢，有神有讲过8000次个应许，而且呢，他每一个应许他所讲的都绝不突然返回 ，Amen。 啊，我们也就是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呢，他说这些瘟疫呢，不只是在我们这个现今的时代发生了，在旧约圣经，在早期时代都有发生过。但是呢，我们假如在主的里面呢，我们必得平安，必得保守 ，Amen。 我们就是要来仰望主，感谢赞美主。OK， 这个疫情呢已经差不多经历过差不多2年多了哈。OK， 但是我可以发现到呢，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，因为我们很少有这个实体的接触联系，很多这些伤亡啊这些联系的，所以你知道那个火炭呢？一粒本来是一堆在烧的，跟它拿出来它就慢慢的冷了。所以今天我的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呢，就是说要操练纪律，纪戒冷淡。在这个启示录，耶稣也有讲了七间的教会，耶稣也有讲到呢，他说啊，上个星期就有分享到，就是说神要我们的是火热的心，不是不冷不热。 OK， 他说我或你冷或者热，不冷不热是最危险的。不冷不热的人呢，就是说他已经跟神的那个关系已经脱离了，他还以为哎呀，我还是能够到主的那边天堂跟他见面啊。所以圣经有讲了，耶稣有讲到10个童女，对吗？他说有5个愚拙的，有5个聪明的。这个童女呢，也就是讲说那些已经要预备认识神的人啊，有5个没有预备的。OK， 他就当这个新郎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新娘的那个10个童女呢，有5个没有预备油，就被抛弃了。所以今天呢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要审查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操练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纪律啊。特别呢，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，就是但以理啊。我们也可以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呢，这个但以理呢，他在这个事工上啊，而且呢他在这个事务上呢，你可以但以理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呢，他面对了这个工作和营事的这个试探，和面对了这个压力。 OK， 那么在这个但以理第一章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但以理他是一个很敬虔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但是这个王呢，他要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呢，要他们做一些神看为恶的事，要他们去刺那些拜偶像和一些沾污那些不洁净神所不喜悦的事。你可以在第一章里面看到。 OK，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第一章第八节有这个 slide 吗？可以放出来。 OK， 但以理呀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。这里你可以看到呢，但以理跟那3个他的同伴呢，是青少年的时代，他不是年老了，他是在年轻。我看这是根据他们圣经的考古学家研究了，他说他们至少好像差不多是17、18、19岁这样，是青少年的那个时代。你知道青少年呢是面对的试探呢，很容易跌入陷阱的，对吗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但以理呢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有那个活着一个纪律的生活。他知道呢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，神所不喜悦的东西，他说我必不沾污自己，不要讨神，不讨神的喜悦。OK，
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圣经可以看到的这个但以理啊，但以理他侍奉了三代的那个王，就是啊这个尼布撒加尼王跟他的儿子跟这个 Darius 三个王他服侍，就是说因着他敬畏神，神看顾他，使到他呢活得很长命，在这他的这个他的 这段的、年间里面呢，他被神大大的使用，神很大的祝福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也面对了很多的试探，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了一些试验和试探，像但以理那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但以理呢，他敬畏神，这些试探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有那个纪律，所以他能够胜过呢这些试探。他说我必不要沾污我自己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但以理第一章第八节里面，所以你看到他说我不要沾污我自己。那么之后神你可以看到他进士完了之后，神赐给他的智慧，假如你看在第一章里面，神赐给他们的智慧超过十倍，比那些普通的那些人呢，他说神所给的智慧呢超过十倍。我们要这样的祝福吗？要 yeah, Amen。 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应许呢，就是我们必须呢要去遵守。okay, 很多人我们要神的应许祝福，英文就叫做 premise， 就是说还没有应许之前神所讲的话我们要去做。 Amen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，神的应许的祝福，但是我们不要去行，不可能的。 OK，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呢有很多一些的应许， 你有做没有做呢，神都要成就的。就是说耶稣他说他要第二次再来，不管你要相信你要舒服不舒服，主耶稣还是第二次要再来。 Amen， 这是他的应许，这不改变。但是圣经呢有很多的应许呢，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，就才能够看到神的祝福。 Amen。 但是呢你假如可以在这个但以理第六章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呢他们要找这个但以理的把柄要来攻击他，但是他们找来找去呢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但以理的软弱的把柄。你知道吗？最后你知道他在哪里找到他的把柄吗？就是在他敬拜神的那个地方啊。今天我们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，你在工作上啊，在事业上啊，在不如论在你怎样的场所里面呢，你跟他讲你是基督徒，你面对的是什么？很多的是被攻击，对吗？他看你的你的生活生命是真的你跟圣经所讲的生命有活得一样吗？ yeah?所以你看但以理呢，他的那个时代呢也是面对了一样的问题。他遇到怎样的问题呢？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呢，你稍微你看回家你可以看，就是说这一帮人很妒忌，因为呢这个但以理被神很大的祝福，太聪明了，一些王所不能够解释的梦预言他能够解释出来，所以他们很讨厌这个但以理，因为但以理被在这个王的面前呢是一个很做得很高的职位，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我怎样能够呢使到这个但以理被消灭了。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说他们制造了一个法令，就是立法，就是说假如谁在这个国度当中有谁是敬拜去拜其他的神，没有去尊重这个王的法令呢，就要被扔在哪里？狮子坑里面。就是说你去动物园，你有看狮子老虎吗？有吗？假如你拜神敬拜神 OK， 他知道但以理敬拜神，他说你要成为狮子的食物，你要吗？成为狮子的食物，你当然不要啦，对吗？
但是呢，你看啊，在这个但以理第六章那边，你们可以看到了，就是王下了那个命令 ，OK， 他下了那个命令呢，就是说，假如有谁击败这位创造的神，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。OK， 但以理第六章第十节，我跟你们分享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也是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试验。OK， 跟但以理的那个时代没有不一样的，但是但以理怎样能够胜过 ？OK， 你们要知道哈。第六章第十节，我给你读一下好吗？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当我读这段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就但以理，你没有神经病啊？假如你要拜，也不要开，不要打开窗口啦。给人家看到偷偷摸摸就做好了嘛，对吗？你这样做呢，你要给狮子做食物的，你知道吗？开玩笑啊，你拿你的头做狮子的食物。但以理在这边给我们看了，哈，开了窗，在楼上，一次不是一次哦，三次，光明正大的去跪在神的面前做什么？他没有去示威，他也没有什么，没有去说啊，跟政府挑战，有啊，示威抵抗，没有。你看，在纽西兰现在很多的国家，加拿大、英国、美国这些国家，他们在跟政府反抗，对吗？示威有很多是基督徒来的。Yeah, 有些是基督徒了，还唱一些基督的歌，哎呦，我看见我都很羞耻。就是他们有没有读圣经？这个但以理第六章第十节，这里给我们看到做什么？但以理他双膝跪在神的面前，什么？祷告感谢神，以什么？素常一样。哈哈，听好好，这就是他日常生活的纪律。不管他有面对困难也好，没有面对困难也好，他的目标呢，就是敬畏神，祷告神，感谢神。你知道吗？但以理呢，他禁食21天，得到什么？上头来的什么启示？第21天。这个什么？这个一个天使叫做啊，米迦勒天使啊，在这个属天空里面征战21天啊，之后呢，什么才能够将那个神的启示释放下？所以但以理呢，他知道祷告。我有一个另外一个 slide， 这个老鹰跟蛇的有吗？有老鹰的是那个蛇，你可以放上来给你看一下，给你们看有吗 ？OK。你看到 OK， 我要给你知道，鹰呢不以蛇在地上奋斗，鹰把蛇捡起来释放到空中，改变战场。这条蛇在空中呢就舍弃平衡，成为无用、软弱的和易受攻击的对象。不要尝试用属地的智慧和方式去做属灵的征战，要通过真道和祷告的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你看但以理呢，他所面对的问题呢，他没有照着这个世界的方式，他接着跪下来祷告。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上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什么？重新得力，他必像如鹰展翅上腾，他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所以你看但以理，他说每天三次都祷告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但以理并没有玷污自己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有纪律，从青年到年老都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呢，在这个时刻
虽然这个病毒已经给我们隔离很久了，我身心有好多了，已经开始渐渐牧师啊，我的心性开始冷淡了，或者我都已经觉得哎呀 不可以了，我们要像但以理那样的学习，在神的面前 OK， 我们要以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有那个激励来祷告 Amen。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个但以理呢，他为什么他毫无疑问的来跟随主呢？因为呢他知道上帝所带领他的前面的道路是不是死亡的道，等一下我最后我要给你看 OK。 在我们当中有谁有去一些地方你不熟的，你用的话用 Waze， 用 Google Map 对吗？ OK， 我曾经有一次我去吉隆坡，我曾经好像我有去过这个地方，但是我就用 Waze， 但是 Waze 带我的地方我说不大对啊，哎呀我跟他 Waze 跟他关掉了，我就自己跑我自己的路，转来转去转来转，哎呦最后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，转到你知道吉隆坡很多天桥这个叫哎呦转到乱了，哎呦看来不一样，我以前好像去的是，以前我以前也住过吉隆坡嘛，书房就哎呦不一样了，最后呢又转回 Waze， 那个 Waze 开的时候呢照样用我的那个以前所放进去的旧的那个位，一开的时候呢他没有骂你，你这个笨蛋啊，我早早我就跟你讲了，我叫你转这个油灯你也不要听我，你以为你很厉害所以你用这些话，为什么会骂你吗？他不会骂你，他说啊，你现在你再转回头这样转左转右对吗，就带到你什么你要去的目的地。但你呢他知道神所带领你的是不会走捷路的，我告诉你有时 Waze 跟 Google 啊，有会带你错路的 OK。 我曾经有去要去理发店去剪头发，这个第一次去哦，但是去到带到一个印度人的家前面，哎呦我说这个不对了，他带我去错的地方，但是好消息，神带领我们的是100%走到他所要带领你的道路，不会走错路，不会走迷路 Amen。因为呢但以理他知道呢他唯一他要听神的声音，世界现在有很多的声音 OK， 我们必须要听神的话，因为我们知道呢神所引导我们的是好的前面的道路。因为在耶利米书29:11讲说，他说神对我们的旨意的以往是什么，是好的，是有前途的，是有平安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有指望的 Amen。 这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100%的抓住，虽然前面的道路还是很模糊很黑暗，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这样，但是主啊我知道你的应许，你给我的是好的，是有前途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有平安的，有指望的 Amen。但是魔鬼会跟你讲，是吗？你看到吗？前面大家不知道，你要用自己走了 OK， 你就走迷路了。但以理呢他知道，他假如不走听神的话呢他就会迷路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现今呢有很多人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走，从这边走那边走碰壁了。刚才你听到志雄讲了哈，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OK， 以前是靠自己啊，现在他也靠很多样的神哈，但是觉得哎呦没有办法了OK， 我们要去找回这位造人的神 Amen。 他不是要破坏我们的生活，他也不是说啊，你来跟随我，我要给你一很痛苦的生活，给你很贫穷的很破碎的生活，没有 OK。 我每一个看到人家来信耶稣的人，我做牧师我信耶稣40多年，还没有听过一个讲说哎呦我信了耶稣我很后悔啊，我不要来信耶稣，还没听过，每一个都讲哎呦怎么我没有再来信耶稣。假如你是真正的跟随主的，神要给你什么，在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里面，他要给你有喜乐有平安 OK， 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你在工作上呢就是能够一直可以看到你一直在那一班干上升，在学业你要拿好成绩，在运动无论在哪一个成就呢你有一个好的成就，有身心灵的健康 Amen。 现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要的是什么，健康的身体 Amen。
神要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要跟这个但以理那样的学习。在这个一个有名的学家，他说 Glue Maxwell McDonald 说，如果有没有这个 slide 吗？如果他说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，那么大多数人想找的是什么？解锁，意思就是说我要很快的得到这个成功。所以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呢，很现今的时代，现今的风俗呢，他们要一下子要变成百万富翁，所以去做诈骗， OK， 做很多的那些想要 成就 很成功的，做百万富翁的。所以你看有些去赌博啊，赌到倾家荡产， OK。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要得到成功呢，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里面呢，我们必须要过着有纪律的生活。因为我们现今的时代呢，我们全部就是要 microwave 很快的啊，你去 McDonald 等了三分钟，你就要骂那边 McDonald， 哎呦这么讲究，以前你煮一道菜来要两三个小时，对吗？ OK， 因为我们现今我们的习惯已经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风俗已经改变了，什么都什么都是要很容易的，一下子不变魔术，一下子就能够那个变得你看有些人呢，他 身体要 苗条，一下子吃什么吃那个，哇，我的身体就要成为一个很苗条的某某，像电影明星一样，不能够，你必须要有运动，要节制，才会能够成功，对吗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要给你看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跳水鞋，叫做钱红婵，你们有看过这个奥林匹克吗？去年的那个在日本的那个奥林匹克。他只有14岁，有那个像 slide 吗？14岁，钱红婵，他那个跳水 ，OK， 他拿到那个金牌，而且呢，他的拿的分数呢，差不多是，你知道1到10，他差不多拿到10分，每个跳，哇，不简单哦。那么你看他的生平哦，他在7岁就开始训练跳水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时一天8个小时在跳水，7岁到14岁，哇，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哦。但是我们看，哎呦，哇，很羡慕哦，哇，这个钱红婵，哇，拿到这个金牌哦。但是你没有看到他那去年的那个他的那个记忆，那么他变成很红了，他还没有回到中国呢。哇，他是广东，他是 广东人的，广东省的。OK， 他的家里是很贫穷的。那么他回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呢，那么中国的这个记者就来问他 ，OK， 他说：“你觉得你是一个天才跳水员吗？”你知道他怎样回答吗？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天才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天才，我只是把所有的精力花在跳水上，并且在每次训练中都努力练习。”弟兄姐妹，他拿那个金牌啊，得到那个金牌啊，不是偶然的嘞。不是突然间哇，梦想就呼得到了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我们要像但以理那样，我们不能够过着一个冷淡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那个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呢，我们必须要过着一个有纪律的生活。 OK， 今天我要给你6个基础的知识来帮助你过着纪律的生活， Amen， 好吗？假如有的，你们可以写下来，有笔的，或者你可以写在你的那个手机上。OK， 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要纪戒冷淡，纪戒冷淡。OK， 我们要知道呢，大多数人将自己周围人进行比较，可悲的是，大多数的人呢，都
觉得哎呀他太好了，我没有办法跟他比，所以你就觉得哎呀我就不可能我会能够成功的。 OK， 那么呢怎么样呢？你就觉得哎呀过得一个马马虎虎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生活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在纽西兰、哦、住了好多年，你们有看那个橄榄球吗？纽西兰你们看那个 All Black 橄榄球，没有人看过。这个橄榄球的这个是纽西兰他们曾经拿过这个冠军的， OK， 是世界冠军、哦、你 看他们打橄榄球，哇，真的他们的那个技术呢是特别好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吗？他们5岁的小孩子啊，学校啊，他们星期六就爸爸妈妈冷天呢，他不是在夏天打橄榄球，是冷天的嘞。哇，他们又没有穿鞋的，那个地是冷冰冰的嘞。5岁的孩子他们就去那边跑了，哇，冲啊！他们5岁就去训练了，所以你们他们世界的那个橄榄球的冠军。但是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些那个 All Black 的那些那个橄榄球的那个运动员啊，他们很多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公公以前也是 All Black。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呢，我们可以向那个好的那个目标呢，我们可以跟他学习。假如我们比较冷淡，哇，那个人但以理的热心这样，我要跟他学习。 Amen。 或者讲哎呀他太好了，没有办法跟他比了，不要，我们要看到哇他真的这么好，我要向那个学习。所以你看了很多那些能够拿到这个金牌的，他们通常呢他们都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有一个那个 role model， role model 叫什么，一个模范榜样。 OK， 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， OK， 我们要拒绝冷淡。假如你开始觉得冷淡，我们要拒绝，我们靠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 Amen。 第二，大胆的开始。 OK， 假如我们不要冷淡的，我们必须要大胆的，无论目标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全能的主。OK， 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说要有就有，他是伟大的神。但是我们假如相信他是伟大的神，我们必须要大胆的。假如神叫你去做，不要有怕了，我不能够了呀。Yeah， 有时候我们有时。教会有时要叫你们做一些东西，哎呦不敢了，我不怕，是吗？有吗？ OK， 假如你敢敢的站起来， OK， 试试看呐、啊。OK， 假如这不是你的恩赐，有可能是别的恩赐，你不是，你怎样知道呢？ OK， 所以你们要大胆的开始。OK， 像我从2013年从纽西兰回来，也是不知道要怎样从哪里开始的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神，他是供应的神。 Amen。 第三呢，就是我们要培养勇气。培养勇气，我们就是要在一些人那些很成功的完成神成就大事，我们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学习领受。 OK， 他们的生命见证，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很多的这些、这些神所使用的器皿。我做一个比如大卫， OK， 他17岁，整个犹太人当中呢，没有一个人敢面对这个哥利亚。这个哥利亚是真的巨人，9尺9寸高，手拿的是他的那个杖，那个剑呢是 很大只的，很重的， OK， 你看了都怕，是真的。但是大卫他敢面对，什么原因呢？他看到了那背后那个巨人的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当他这个巨人喊，哇，你17岁，你这个青少年，你要拿那个拉西跟那个射手，你要来跟我打，他说你跟我开玩笑，然后 我一刀就给你刺死你了。大卫讲说，你来对我是用剑跟刀跟这个兵器，他说我来征战你，跟你打是靠着那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他敢面对，大胆的向这个敌人挑战。
你可以看耶稣呀，一样的呀，耶利哥城根据他们考古学家，那个城是很大的，但是呢他听神的话，他敢去面对。但以理知道要假如敬拜神要被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，他还是不怕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呢这位神是拯救他的神。 OK， 第四呢，做困难的事不要逃避。现今大多数人呢，就是有什么困难的事我就要逃避了，不要那样的做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往前冲，往前跑，去敢敢去面对那个挑战。 OK， 我告诉你，当我们遇到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去躲避去逃跑呢，有另外一个问题更大的会来。 Amen。 神要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去敢敢去做那困难的事。 Amen。 第五，要排除借口。你看今天很多人呢，神有呼召，神有引导他，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在很多借口。牧师我很忙，牧师你知道吗，我一天到晚都在做工了，我都忙了，没有时间了、读书，哎呦是了，我的读书都读到没完没了了，那么怎样你有时间呢来服侍神呢，读神的话呢，祷告呢？有很多很多的借口。 OK， 我也可以用借口的。但是但以理你看他没有借着借口。我要给你看这个，有一个叫做 Nick Vujosic， 这个有吗？有他的这个有吗？有他的那个 slide 没有吗？没有那个相片。 OK， 没伸出来，没有手没有脚的。 OK， 他好多次他想要自杀，在19岁的时候，他认识了耶稣。当他认识了耶稣的时候，他听到在圣经里面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他看到了一篇的这个信息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你可以去看。那么耶稣的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，OK， 那么耶稣医好了他，他的门徒一些人责备他，是不是他以前他祖先咒诅啊，而是他 使他瞎眼啊？耶稣讲说不是，他说因着神要在他的身上荣耀神。这个 Nick 他没有手没有脚，他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他得到启示，哇，这就是我了。他说虽然我没有手没有脚，神也能够用我的身体生命呢去荣耀他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，他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广传神的福音。他不是因着他很会讲话，不是他也很厉害，没有手没有脚这样，我相信他要进来这边人家要跟他开门，他上楼梯还要人家赶的，有很多问题的。但是他没有因着借口，他去到世界各地去传讲神的见证，神的福音。 Amen。 魔鬼撒旦呢就很多说要给你借着借口，哎呀有这个问题，这个我不像那个人讲的。假如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我们更何况我们有手有脚的啊。 Amen。 所以我们不要停止 OK 来更新向跑向神。第六呢，要朝向标杆。OK， 朝向前方，也就是朝向我们的标杆呢，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呢，这个保罗他讲了，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说一件事情，我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。弟兄姐妹，昨天过去你不能够改变历史，你能够为明天的事而改变历史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前面的。我们知道呢，前面呢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有更好的前面的。 OK，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疫情的这个转变怎样的情况，但是我们知道因着这个问题呢，神要来荣耀他的名字，他要来使用我们大家来荣耀他的名，
在这个黑暗的、人在这个没有盼望的当中呢，因着你的生命有神的光呢，他们要来亲近神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呢，他们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所以为金钱是他的神，有可能他们是很多人拜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神，在他们这个困难的当中呢，不能够帮助的，那么呢，他们要来找呢，就是这位真神主耶稣基督，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。阿们。在这段期间里面呢，我们要过着一个纪律的生活呢，我们也必须呢要有好的朋友，同信心的朋友跟我们一起的配搭。你知道吗？但以理他有三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们这三个朋友呢也都是跟他一样的面对的经历。 OK， 这三个朋友呢，你也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呢，在这个但以理第一章第七节里面看到，但以理第一章第一七啊，第一章第七节啊，所以你可以读一下吗？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，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称米沙利亚米撒，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。当你读这些，哎呀，他称他们的名字改来跟他改。其实呢，他们本来他们有一个很有好的一个名字，他们被抓了成为奴隶的时候呢，跟他改名字，改到呢就是说一个没有能力的。OK， 而且呢，根据一些考古学家呢，他们是太监。你是想想了，一个男人呢，当他做太监的，就是说你整个一生的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期望呢，都已经被割掉了。他们应该呢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是应该呢可以用很多借口的人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。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呢，跟他一起的面对这困难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他这四个人呢，他们能够胜过各种各样的试探。你假如在看圣经里面呢，他们这三个人呢，也是因着这个王呢下了命令，你去不拜这个偶像，就要被什么扔在火窑里。OK， 你看他们怎么做？他们跟这个王讲，他说：“王啊，对不起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能够去拜这些假神，这个偶像。”OK， 他说：“就是你把我扔在这个火窑里、火炉里，我也不去拜这个你所造的这个铜像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进到这个火窑里呢，我知道神会来救我。”那么你看圣经啊，他讲：“假如我被扔在火炉里，神没有来救我，我也不要去拜这个铜像。”你看到他们的这信心吗？所以呢，他们的这个信心呢，是因着呢记忆而来的，而且呢，他们也是同心的。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三个人，比如说三个里面，有一个，哎呀，你们去了，你要去火炉，你去了，我去拜这个铜像就好了。没有，他们三个都走一条路，同心的，看到吗？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生命呢，要激励呢，火热呢，我们必须要有同心。我希望我祷告，在这段期间里面，能够找到几个能够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 ，OK， 一起的勉励。虽然有时，现在已经慢慢可以开放了 ，OK。有时偶尔可以喝咖啡、喝茶，鼓励鼓励一下，或者在电话里面，或者在小组里面呀，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能够单独一个人呢打仗，我们必须呢要同心的彼此配搭。OK，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面对困难的决定，每一个人都会有。Okay， 我做一个解释给你看，在这个但以理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十六节，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，王对但以理说：“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”
第十七节，有十七节吗？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弟兄姐妹听好好啊，敬畏神走神的旨意不容易啊，不简单的呀，不简单的，是要面对那个困难的。你看但以理比如说，哦，我打开窗门，我去拜，一天拜三次，神就来救我，没事了，没有啊。圣经讲王下令把他带来，在哪里？扔在狮子坑里，要当狮子的食物。你怎样？但以理没有放弃，因为什么？他有那个激励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现今的时候里面，我们会面对一些困难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还是 OK 啦，一眼开一眼闭啦。Yeah, 我告诉你，我的太太要拿那个马来西亚的准字 Visa 已经过期了，去年八月就过期了。他叫我们申请了，就 Internet 申请，申请没有那个 appointment， 到三个月之后呢都拿不到。但是哦，我有听到有人哦拿到哦，但是拿到怎样拿到呢？要给300块钱。他说牧师你要吗？假如我说我要啦，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吗？假如我说我要，那么其他人还有很多人在等哦，像我这样的等，这样就等于呢给这些移民厅的人呢，他不要给你号码了，因为我有300块钱拿嘛，对吗？我跟他讲对不起啦，我说我等候神了，拿得到拿得到了，拿不到我就回纽西兰。我跟他讲了，神叫我回来嘛，是吧？假如这个是他能够控制的嘛，对吗？所以不容易的，很辛苦的，每个人哎呀，有可能你不能够做，有什么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了。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，我去移民厅啊，去联络也不能够进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做我所应该做的，其他的我交给主了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。有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，哎呀，这个问题我解决了，哎呀，是吗？假如我给300块，问题解决了吗？对吗？怎么这样傻，还要去忧虑这些，真的是很忧虑嘛？现在我太太没有这个准字吗？会很忧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知道神他会用他的方式，他会不会卡路？不容易，但是容易的一件事，我可以300块给了就解决了，对吗？我们每个人都要容易的，要快快的、哦、这问题解决什么就好了，不要了。但以理他因着他基理被扔在狮子坑里面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那个狮子不咬他。你们要这样的祝福吗？ OK， 所以这个基励呢，你可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可以看到12章第1节，你可以读一下。 OK， 我就要结束了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呀。这边说许多的见证人，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呢不可以单枪匹马跑走神的道路，我们必须呢一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一起的，三个两个呀，但以理有三个，主耶稣他选了12个门徒，你有几个？你有几个好的弟兄姐妹可以鼓励你的，有吗？ Amen。 假如没有的，快快找几个生命小组呀、yeah, 联系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OK， 圣经讲说如同什么？如同云彩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，不可以快快的，我们要马上马上
解决这个问题、啊、我做了这个事情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、yeah? 我给了300块一定解决了问题了，对吧？但是我知道这样做是神不喜悦的，神不喜悦的，神要我喜悦来依靠他，听他的声音。 Amen。 叫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我们面对的问题，我们要懂得交托给主，不要自己担当。 Amen。 主啊，你来替我担当我这个重担。他说唾弃容易藏我们的罪。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非常非常重要，特别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假如你一看，哎呀，真的有时我都不要看了啦，那个啊，那个一些的疫情的报告，几多个人中病毒了，但是我就要单单的仰望你主。主啊，我知道我今天早上我一起来能够呼吸是你给我的机会，我要活得有意义，我要活得来为主你做见证，我要活着有主的喜乐，我要活着呢为做主你叫我应该做的事，我不要去哎呦这个我不敢做呀、yeah? 假如神说你的时间到了，我明天早上起来不能够服侍了，我知道时间到了，我去哪里？神的家更好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创始成终的神。 Amen。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什么意思呢？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呀，荆棘的冠冕，每一颗呼吸都是痛，没有穿衣服，多么羞耻。但是你说圣经讲说他说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羞辱的，你说会喜乐吗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祷告主的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为什么主他会说在十字架上他会喜乐呢？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因着他说当他被钉死的时候，被麻杖的时候，第三天复活的时候，他所流的宝血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拿去我们一切世人的罪，拿去我们世人一切的捆绑，他看到哇，啊，罪得释放了，自雄得释放了，啊，历史能够站在台上赞美敬拜神了， Ruth 也得释放，能够被神使用了， Angel 也被神，他看到你们这些而喜乐。他不是因为看到，哎呦，我这样羞，他看到还没有发生的事他已经看见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，假如我们不要冷淡，我们要有一个纪律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看见那还没有看到的事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我应该是退休的了，在纽西兰那边没有蚊子的，没有老虎了，没有这些野兽了，很自在的。我在那边牧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退休养老的地方，海边的地方，有一些去过我家的我们都知道了，我可以种草莓啊，种马铃薯啊，种 tomato 啊，5:30就没有车了，很自在的，风景很漂亮的。为什么今天我站在这里呢？不是说啊、哦，我有很多的益处，我是看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永永远远的，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欢乐在主的面前。我那个你想那个是暂时的，我知道那个是很好啊，疫情2年半了，我的这个最小的孙生出来我都还没有见过他，只是在 FaceTime 见到他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着看到那还没看见的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要继续的跑多一里路呢，
我们必须呢要像这个丹尼里那样的学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呢知道呢，我们要在神的生命里面要激励呢，最大的阻碍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今天最大的阻碍使我们过出一个没有激励的生活，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。根据他们在2012年，他说2012年他们这个在这个，他说在亚洲跟太平洋，他说人花在这个社交媒体呢，平均听好啊，每一个人呢、一天呢花2小时16分钟在这个社交媒体，那个是2012年啊，现在2022年啊，哎呦，我看有可能4个小时了啦。一坐下来，你看那些在餐馆呢，就是手机，一早上起来就是手机了，好不好？我祷告一下好吗？你试想想呢，假如一天你花2小时16分钟呢，一年呢你差不多是花800个小时，那个是很多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假如我们要过到一个激励的生活，可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选择，不是说一天我们一天我们就马上完全的拒绝那个社交媒体了，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花各一半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呢，花在什么？这个整本圣经读完它，背神的话，祷告，赞美敬拜一些诗歌，服侍神，有时间祷告，跟人家分享一些见证，主啊你来使用我， OK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定，像刚才我所给你看的那个跳水的那个王，什么王洪堂、王洪泉，他是因着激励才能够得到拿个那个金牌。OK， 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要拿金牌吗？保罗有讲，他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，他说当信的路我已经走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了。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7节你可以看到，他说有一个奖赏金牌等着我在天上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说我向着标杆直跑，我要拿那个金牌，他不管忘记背后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假如要拿金牌，要过着有纪律的生活，不可以像得过且过，马马虎虎的，我知道这篇信息呢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信息，我深信神要我们预备，因为在这个今年里面我可以看到呢有更多的事情要发生，神要我们预备好自己。 OK， 刚才我所讲的6点，你要热心，不要冷淡呢。第一，拒绝冷淡；第二呢，大胆开始；第三呢，培养勇气；第四，做困难的事；第五，排除借口；第六，朝向前面的方向，标杆直跑前面的道路。 Amen， 这是神的话。当我们有做这样的决定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祝福嘛，对吧？最后的一节圣经节我就结束了，但以理书第6章23节，但以理书第6章23节，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，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这个我们可以站着的神的应许的，但以理被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，我很喜欢他说，他说被带出来的时候呢，身上毫无伤损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信靠
他的神。哇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可以在这里跟你肯定，我信主40年了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所应许的绝不突然返回的。我的蒙神的，我领受到神的祝福，神的带领。你问我有没有遇到问题，有困难吗？有，但是我像丹尼里讲的所讲的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我信的上帝，他必定要带领你度过。我们要这样的祝福，我们也希望啊，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看着我们的生命而得到影响。 OK， 所以今天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等了，不要等到明年，今天开始，主耶稣，我要过一个纪律的生活，我不要冷淡，我要排除这些所有的借口。 Amen， 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天父上帝，今天晚上我祷告，主啊，你将你的圣灵，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生命有软弱的地方，有时我们找借口，没有纪律的生活，求主赦免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像但以理那样学习，当他面对了困难的时候， 要面对了这个艰难的选择，但是主啊，他还是听住你的声音，愿主你来引导他。主啊，今天我祷告，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在座的，在线上的，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，在我们这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是好的，是有指望的，是有前途的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祷告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胜过，能够像保罗那样，这样我们要向标杆直跑，我们要走完这神你为我们预备走的路。我们知道主你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奖赏。主啊，我们也能够像保罗那样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，当所面对的征战我已经打过了，当我应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了，有这个预备的奖赏在等着我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期待的，我们有一天要与你见面。主啊，我们要得到从你那来的奖赏，是何等的美好，能够得到你的奖赏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。虽然我们在现今的社会这样的情况，我们面对了困难，面对了挫折，面对了困难，但是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过着一个纪律的生活，我们不放弃，我们要有胆量的来往前走。帮助我们，主，圣灵浇灌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今晚上在我要结束之前呢，我要给那些朋友弟兄姐妹，或者你在线上的，你曾经你认识主，你离开了主，你说我跟神的关系离得很远，今天我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要带领你祷告。或者你今天你在这里，或者你在线上，你听过这个道，你觉得啊，我要与耶稣跟那个认识的关系，我要与他做，他要做，我要他与我一同做戏，我要成为他的儿女，我要接受他。假如是你的话，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，从你心中发出的，口里承认耶稣为你的主，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必得救。一起祷告好吗？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，你为我的罪被人钉死十字架，你所流的血洗净我的罪，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你是复活的真神，你还要第二次再来。今天我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赐给我平安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今天圣灵浇灌我，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，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
阿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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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赞美主。